比如说他就是个男孩，你就想他长得帅不？帅啊。他要是男孩的话，你跟他处不？处啊。那但是他是个女孩。女孩什么了？女孩？要不不男孩？你这妈的，咱我有点想回家，想进一步。你啥意思啊，杨洋？我没意思，不行。你看不上张亚楠？我一点不渣，我两年没处对象，我怎么能渣呢？我已经对男孩失去感觉了，也有觉得他们都是骗子。我也是骗子，别跟我一点。那要是张亚楠跟我，你选谁呀？你选男的。我选玫瑰的。你跟男孩表过白没？我表白过。怎么表的呀？我说我挺喜欢你的，你让我试试呗。这么直接呀？他说我，你没事吧？那后来成功没啊？没什么啊，别人有女朋友。那有女朋友，你怎么还跟你表白呢？那我原来也不知道。你要知道的话，跟他表白不？那我也表白。啊！这就是我拒绝你的理由。那你之前跟对象搁一起，那他是个细心的人吗？他是个细心的人，他对我也挺照顾的。拿着照片我看看来。没有照片，谁还能留前任照片啊？有朋友圈呗。全都拉黑了。为什么分开了就当陌生人呢？本来就是做不了朋友。那以前对你好白好了。那我对他也挺好啊。那怎么连朋友都做不了呢？为啥不做呀？然而那个分手之后跟别人做朋友不？没有啊，